所谓一个事情可以不可以成功，是先做了才成功，还是先想了才成功？怀疑这很奇怪哈，他会出想做，他没有出现一个字叫做做想的呢。当你的思维一出现问题，无论你做得几努力，你的成果也未必是最好的，对不对？假如你要知道它是不是危机中的转机，第一个你有这个知识，包括你要去跟人家分享的时候，你有这个知识去跟人家分享，你要了解先，到底现在的人，假如比起之前没有 COVID-19 的时候，他的健康的危机意识是不是增加了的？就算是真的是世界末日来临也好，你有一个对的思维来迎接他的话，假如是一个思想是悲观的人呢，他将会是坐住等死。所以我希望接下来的日子，不要因为这种急事，把你对的正确的思维改变成消极的思维。 Don't be stunned。 今天我的分享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